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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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仪记教观纲中合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就放上啊。好，这个我们上一堂课呢，那跟大家呢有谈到，那偶主呢从这个声闻人就藏教菩萨他怎么样子啊？这个破这个外道的见解啊，那么他说做了一个说明，他怎么破？他并没有在理论上多说了啊，但是呢，这个他告诉我们说他破这个外道啊是怎么个怎么个断除法？那特别是指出了那个外道的什么呢？外道的这个。执着，外道的执着呢？我们上一堂课有说到，这法的执着呢，造成什么呢？对人的执着，其实它是对法执着。人的执着其实也包含在法的执着当中。我说那个是法的执着，一直谈到最深入，就是根本无明，因为你无明，所以执着，是这样。那但是破除呢，是从这个外表的知末的我执开始破。这是就一般凡夫呢他熟悉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长出来的东西，我从长出来的外表的东西，那我继续从外表一直破除到内在。这种逻辑是很合理的。无论是治病啊或者是怎么样，基本上都是这种概念。但是呢立根人他可以从这个道理的根本上去看清。就比如说这样讲，我们生烦恼了，哇，那就会解析说他是怎么让我生烦恼的啦，什么事情让我生烦恼了，然后想了一堆，然后呢，他说这个烦恼没道理啦，那个烦恼是误解啦，这个烦恼是错误啦，那个烦恼是成见啦，哇，弄了一堆。但是如果立根的人呢，他就说啊，生烦恼就是我自己错了，没什么好说的，那错了就错了，那错，我要慢慢处理，但是呢，现在不能动心，我不能随顺那个烦恼见解而动，他就不用什么解释啊，他那些枝微末节解释啊，找人来什么什么什么恳谈啊都不用了，是这样，甚至于更立根的人，这个断烦恼于未生烦恼前，就是一般这事情一般会生烦恼，或者对他。是会生烦恼的，但是他因为有经验，那也用心修行了，用心修行好几种可能了。第一个就是修定，修戒、修定、修慧，他可能从戒下手，从定下手，从慧下手。但无论如何，世俗人讲这外道，经上等一下会提到那个路伽耶陀这种外道，法华经上讲路伽耶陀、逆路伽耶陀、路伽耶陀这种顺势外道。他会说啊，动心忍性，这没有什么坏的。我们说到外道也没什么坏啊，就是啊，动心忍性。当然你把那个心扩大解释，好像讲佛教的心哈，其实不是。儒家讲的那个动心忍性，那个心就是指知见分别的六意识心。好，那不管怎么说啊，他说啊，动心忍性，那个是一种戒的概念，
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小定，是这样。但是呢，更进一步的人，佛教的修行人，他就 不只是这样了，他不能只是停留在这里，他也应该要经历过或者跳过这里，但他往上一层，往上一层是怎样？他在定跟慧当中作用。你要知道，要有定才能见慧。即便是你平常知道某些道理，你失了定，你还是不能够见解，比如失去了稳定性，失去了冷静，那你还是不能起慧的作用。所以它是在定慧作用，它不是在戒定之间作用。戒定之间作用是什么，在什么道理啊？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我不能做，我习惯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做，恶口妄语绮语乃至于杀盗淫，我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做，先知道戒，说我不能做，守住身口，然后呢再在定中怎么样消伏啊？定有没有慧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我已经身口，我已经不先不动了，那定是怎么样？定就是让心呢沉稳下来，你可能不去思考，你只让它稳下来之后，第一波守住身口，不冲口而出，不脱手而做啊，然后接着就让时间带走你，带走你的烦恼吧。其实它带不走的，只是淡淡淡化，那是一种少分的定，他并没有做智慧的杀贼的动作，没有智慧在杀贼吗？他没有。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杀，可是智慧呢，他不能一次杀到底呢，他能够砍着砍着，让那个贼见血，也就是说让那个贼失去了什么血，就是什么呢？血就是能量啊，失去那个造恶的能量。那一次两次三次，就烦恼即是菩提，就是每一次在那个烦恼当中用戒律理解，让那个生烦恼的力道啊没有那么样子的天然，它不但不能再增加力量，还缩少力量，就是血流了。那么一次两次三次，一只那个刀越砍越利，就慧见越砍越利，那智慧就越来越强盛，那个烦恼性就越来越萎缩，哎，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刚开始不理想啊，怎么办呢？先戒再定，啊，先忍住，这是这样做。好，那么这些呢，跟外道在操作很接近，但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在那个戒呢，非正戒；定呢，定就没有什么非。定正定或不正定，在当他不谈慧的时候，他通外道定；但是当他谈慧的时候，那就要正定跟不正定。怎么讲呢？我源于正观思维所得的定，这是大乘才特别有的，叫做定慧等值。这是源于正慧、正思维而得定。那另外一种是通外道，是声闻修法。他就先去修定啊，安那班那属习观，他就属习观，他也不去做慧解观察，属习观啊，入了定。那他怎么修观呢？修智慧观要得出定，利用那个余事来修观，所以他的定慧是不等值的。在声闻教法当中，很多的教典是这么说的，包括清净道论也这么讲。那让大乘人的自己的实修经验发现，哎，不只是这样啊，这是第二。那所以外道在定这件事情上，勉强在部分的对部分的声闻人是接近。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五不还天的时候呢，经上会说杂修四禅。为什么要杂修？你都已经证三禅了，三果了，对不起啊，三果了啊。那理论上说，其实你不用再去修四禅，你应该记三果的基础再往前修，就直接证四果。但三果人呢，有一类的人三果证了三果之后啊，你要知道三果人不是都一样的，就每一个人性格不都一样。有人三果人，他到了那个时候他不还了，他不还人间，也有可能不还天上，在人间。或者在人间不还天上，但他觉得我这样不行，这样我还得在人间，要么在天上。哦，这个我懂，没办法，怎么办？他再修一个四禅，这个时候他就说杂修。我刚开始觉得这为什么讲杂修呢？不就要修吗？干嘛要杂呢？杂的意思是说，他本来不用再这样，他走
也不能叫歧路，就是他弯个弯呢，他先怎么样？先安顿在三禅当中，他做什么事呢？他先修四禅，入了四禅那里了，没有灾，他先躲灾。你要知道，这个火灾、风灾，火灾、水灾、风灾，水淹二禅，风吹三禅，好，然后呢，这个火烧初禅。没有地灾了哈，水火风三灾，那这三灾呢？到三禅还会有啊？他如果在初禅，他一定面对三灾；二禅面对二灾；三禅面对一灾，他就啊不舒服，他觉得这样不舒服。这第一种，第二种还得面对人间，天人也是人呢、啊，不舒服，干嘛再修个四禅？咚跳到四禅天那里，但是他。究竟是圣人呢、啊？所以呢，对不起啊，不跟你们见面，不跟四禅天的人见面。摩西所罗天王也见不到他。摩西所罗天王他是示现在凡人境界的圣人，他是行霸圣菩萨道。世尊曾经在摩西所罗天，然后才降到那个什么呢？第四的兜率天，熟悉一下。要到人间来，你一下从摩西手罗四禅入人间是没办法，先到欲界来，男女相熟悉了，什么这些时候哦，进母胎，他得这样。那么三禅人呢，他就差这么一点点，他把欲界的九品烦恼、见烦恼、思烦恼全断尽了，但是还有一个色界、无色界啊。基本上在天人身上，但他也讨厌见天人，咚咚跑到那跑五不还天去，就是他是圣人，你见不到他，那他也不想到天人那里去见面，那就居住在那，动辄千劫，你要知道他的寿命动辄千劫。我公哦，我说如果那个千劫拿一劫来念佛就好，半劫来念佛就好，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对不起哦。那种人能修不念佛，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他真能修行啊，他不念佛。讲不字不好听了，就不懂得念佛，应该这样讲。他是这个情况啊、哦。所以你看看，无论是外道也好啦，啊、哦，内道这个什么呢？内道也好啦，修行哈、哦，其实歧路很多，念佛最直截了当啊。哦好，那么这是总说了哈，这是，偶益大师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外道啊，他是怎么样见解，就是这些见解的错误。那么提到见解的时候呢，这个文呢、啊，我们被这个默安老法师啊，他是清朝的人，那么呢，他写了一个四义记。就针对《教观纲》中的释义，他做了一个记，记之啊，解经之文谓之书嘛，啊，解书之文谓之记呀、啊，有时候是可以这样简单的这样讲。啊，你如果把《教观纲》中当作经，那解经的话就是那个书，就是那个什么义释，啊，义释，偶益他自己写的义释。那个释义啦，那个释义呢，有时候还要再被解释。那再被解释的有这么一位老法师，清朝的人，就默安大师，他的解释。那以下我们就引他的解释啊，那也是《教观纲中科释》当中引的啦哈、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故言呐、啊，三界二十八天呐、啊，就三界二十八天，三界中的好吧，讲天吧，讲人的话呢，那就大家都知道，那不会是圣人。那么讲天外道想要修天，那他怎么个修法呢？他说三界二十八天呢、啊，有两种天，一定是凡夫，里头毫无圣人可言，很奇怪哦。有两种天，二十八天当中有两天是凡夫，那么呢有五天只有圣人，没有凡夫，其余呢，二十八天扣七，二十一天，剩余的二十一个天从四天王天往上一路算的二十一种天，扣掉了五不还天五个圣人天，还有两个凡夫天，纯凡夫天，你猜是哪两个纯凡夫天？
欲界不是有六天吗？对不对？从四天王天到他化自在天，这里头藏一个纯凡夫天，你猜是哪一个？随便猜啊，猜不对又不会打屁股。兜率天，好，好来，等一下你说说看兜率天的理由。那再猜，有人有想法可以猜。兜率天很容易让人家猜，但显然不是，因为释迦佛不就是停在那里吗？他就圣人嘛，所以这应该不是了，应该不是，很明显理由不是，但其他理由并不明显。六欲天有一个，那么呢，四个禅定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当中十八天呢，也有一个禅天、禅定天，就是所谓的色界天，色界十八天，也有一个啊。好，注意啊，三十三天是兜，不是兜率天的，是那个什么，那个第四天啊。第四天因为四个三门啊。那么四八三十二再加中间各有八个天王，四个三门各有天王，那再加上中央这个叫做什么呢？天公伯啊，那天公伯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四体还阴啊，它是第二层天而已，欲界二层天，它加一，所以说四八三十二加一，所以是三十三，那个是第二层欲界二层天，欲界离我们非常之近。非常之，所以拜天公，拜天公概念上是这样。拜天公跟所谓的斋天不一样哦，吼，斋天是另外的啊，另外的天，但是呢，含在一块就是了哦。好，你猜一下，欲界有一天，很特别哦，纯凡夫的，这里有讲到啊，纯凡夫的，你用文看不太清楚，要解析一下你才知道，欲界一天。色界一天，欲界跟色界两个相衔接的，这样你就懂了嘛？一定是欲界顶天跟色界最下一个天，色界最下一个天就是初禅天。初禅天当中，初禅天有三种天：梵众天、梵辅天跟大梵天，三个天，很奇怪哦。你很可能猜梵辅天，辅啊，不，说梵众天。梵众天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些凡夫众。天人凡夫众，或者是这样，不能叫做凡夫众，叫做身在初禅的一般百姓，没有官职的，你很容易猜，那个是啊，唯有凡夫，不是？你想哦，如果真修行人，他要怎么干？他要隐藏在这个一般的天人老百姓当中，他才好修行。所以他不会在梵众天，梵辅天更不会，梵辅天就要辅助大梵天王，大梵天辅助大梵天，所以很累，跟他假头喽，你听好不好？吃头鹿一样，你要辅助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常常在管什么？管欲界以下，为什么他能管呢？为什么他能管呢？因为他好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凡夫，他是凡夫。他是凡夫，他想管，不管会矮又会难受啊！当对不起啊，大梵天，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啊。那泰国有那个四面佛，那不是佛，那就是标准的大梵天。他会给钱，他福报大，皇帝嘛，是初禅的大梵天王。天王，你说那二禅不是禅定更高吗？为什么不让二禅来做王？对不起啊，人家二禅很舒服。业障重的才会去做王啊，业障重才会去选总统。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做完总统之后都老几十岁，你看有人还怎么样拿拐杖过日子？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哎也是辛苦了哈。但是呢，凡夫行菩萨道总是会这样哦，受伤嘛。但是他值得啦，他值得。以佛法来看还是值得，只要你好心行菩萨道都值得。因为你是凡夫啊，你本来力量就不够啊，你会受伤啊。那你受伤甘之如饴，这样就对了哦。好，大梵天，大梵天呢，他有福报。再来，圣人根本不想去做大梵天，
啊，规工爱管人，那就歹管，歹修行，整天管人不好修行，所以这两个事情弄下来呢，所以的 第三是什么道理呢？第三是圣人隐藏的一个慈悲。那有时候哈，管理呢需要有一些赏罚分明，他不是生气，梵天不会生气，但需要赏罚分明。所以印度信仰上大梵天哈，你看哦，他看不到记载当中哦梵天生气这种概念没有。好，可是基督徒呢？基督徒信仰什么呢？信仰的是第六六欲天，第六欲天，欲界顶天。那叫做什么呢？他化自在天，那也是为凡夫，就这两个为凡夫，这两个为凡夫，你很难想象哦。他化自在为什么为凡夫？因为自在，修道人不能自在，也不愿意享受。他修道还在因地上修啊，无论是四果人当然不用谈了，三果以下还在学位，还在修位，有修位有学位啊，要不然菩萨。菩萨怎么会自在呢？菩萨利益众生怎么会自在？不会的，是这样。但是这个他化自在在这里是究竟自在，最自在在那里。啊，快乐呢？当然最快乐在四禅呢。可是呢，能够舍那一分更快乐，才有心情再来去管理这个人间，管理这个凡夫，那就是大梵。因为他没有快乐到那个样，那么他就存在了一个，还是一个我执，才是不存在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法执在那里。他也有我执啊，凡夫嘛，存在我法二执，所以他会去做管理的事。我说二禅、三禅、四禅天舒服了，他不想管人，初禅会，初禅再往下降一个位置，那就是大自在天。对，那个什么呢？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呢，也是纯凡夫，就这两个。所以你要理解哦，为什么纯凡夫是介于这两个地方？第一，你就这样记，欲界都是有欲的，欲界当中最高一层，它能够统治，这种统治呢，在欲界当中过于自在。修行人不想去，圣人不会去，圣人还想修啊，初果、二果、三果都还想修啊，他不会去。四果人走人了，不在三界内不谈，所以会谈三界内有圣人的，就声闻法说一定是三果，含三果以下，一定是这样。那菩萨呢？菩萨呢？菩萨视现凡夫，他才好修。要不就菩萨呢隐藏在凡夫当中，他才好修。他一直去管人呢，菩萨慈悲嘛，有些管要赏罚分明，他也不愿意做。所以啊，会做天王的这两个天啊，这刚好这两个天呢，哎，是纯凡夫，这样很容易理解哦。所以他是有理由，不是没理由的啊。所以二为凡，大梵天。跟大自在天，欲界大自在天，跟色界的大梵天，就出色界初禅大梵天。好，五为圣是什么呢？啊，那等一下顺便这段话，于通凡圣有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凡圣都会有，他都会在那修。当然，等一下有个问题了，这里头就有个问题了，等一下我们再谈。五为圣，我们先说五为圣，就是有五个天是为圣人，这是很特别的。我常提叫做五不还天。或者叫做五净居天，这是一个很特别。那么呢，为阿含三果圣者居故，这是为圣人。二为凡呢？你看，二为凡即前所执的大自在天，大自在天这里本来是指的四禅色究竟天主啦，摩西所罗天王而言呢，这里不是，这里是第六天主，欲界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即此梵天。就是初禅的大梵天，那么所以两个哦，这样文上看到了哈，有时候看不太懂。大自在天就是欲界大自在天哈，还有初禅的大梵天。我刚刚已经稍稍解释了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我们再解释一下这句话：于通凡圣，也就是说，
记一下啊，28天，欲界6天，初禅3天，二禅3天，三禅3天，再加上这总共9天啊啊，那再加上啊4禅也9天，这9天怎么算的？9天怎么看呢？这个5天呢是五不还天，那另外4个天呢，有1个天是外道天，无想天是外道天，那另外3个天呢，一样是凡夫共居的，凡夫圣人共居的，是这个天人众啊，天神众，还有天王，这样啊，一样3个天，看到没有？所以说很标准，所以说为什么会9个天？其实标准来看都是3333，因为分3品，禅定也分3品，3333，福报也分3品，所以3333，照说是这样。但是在4禅当中呢，被5种圣人去寄居，叫做五不还；然后又被1种外道去寄居，纯然的外道，他去寄居，但是4禅就寄居在那里。那么这样加起来的话就9天、那么理解这样的时候，我们下面这句话说愚通凡圣，那我就问你啊，凡很容易理解，因为那就是欲界，要不就是3界内，当然是有凡啊，有凡夫啊，凡夫住在那里，你说他是凡夫，但禅定高啊，所以再出2、3、4禅啊，要不就福报大，有修一点5界的功德啊，就生在什么天界，人类生在天界，那么就是，这个四天王天啊，这个刀立兜率刀立天啊，那乃至于这夜魔天、兜率天啊，这个自在天跟他化自在天啊，这样怎么6个天？那你就会问了，那圣人是谁？是哪一类圣人住在那儿？基本上不会是4果，对吧？但除了4果以外，所有登地以上的，所有出3界的圣人，都可能寄居在那。除了4果以外，因为4果是不再受身，所以不在3界内，唯一不在3界内，菩萨都还在3界内。所以第一种圣人菩萨在那里，所以你会说愚通凡圣，有没有？有没有？就菩萨。那你说菩萨到底在该在哪啊？你问我，我哪知道？因为有各种菩萨啊，他有缘他就去啊，还有随他个人的因缘呢。你比如说，释迦佛曾经在摩西首罗天第4禅，噔噔噔噔噔，自己降下来到什么呢？兜率天去，干嘛？准备下生人间。你看他。他随他的了，他因缘到了，他来到了，他到那，他到那，就像那个大古代大德禅定中看到他的因缘在哪，他就去哪了。你不要问我他会在哪，这是因为菩萨的关系。再来，刚刚我们讲五不凡天，我们等一下会注明一下，因为五不凡天当时在讲的时候，在注解22，不，附录22那个大图的时候呢，附录22那个大图当中，我们只带一下，现在这个文字上带一下，这样，这个。五不凡天呢，固然是3禅。那我请问你，是不是3禅都在五不凡天？是不是？认为是的举手。认为是的举手。没想法吗？五不凡天都是3禅人呢。但我倒过来问说，3禅人是不是都在五不凡天？认为是的举手，认为不是举手。你决定认为不是。认为不是啊、好，认为不是，你没想法啊？认为是的举手，觉得你应该是啊，3禅人都在五不凡。当然，我刚刚已经透露了，不全然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3禅人也有那个愿意在人间修的，也有修快修慢也有，乃至愿意在天界中修的也有，他反正他定得住，他就可以。但有人就是不喜欢，所以他才在五不还天。到了五不还天还分5种，你看看，各自还各自不在一块儿。为什么？因为功德相不同。等一下我们稍微提一下。
是这样没有错。但菩萨呢？菩萨遍各处，肯定的，不会也不会在五不还天呢。五不还天真的 only 只有三禅人啊，这点要三果人，只有三果人，四禅地、四禅天、三果人，就是五不还天，只有，没别人。但所有的天，包括人间，都一样会有圣人，也都一样会有初果、二果、三果人。不是说三果人都一定要在五不还天，不一定。好，好，那么这个像先了解，所以说叫做愚通凡圣，是这样。好，那必是佛呢？一样，理论上说已经证得必是佛的人，他是直证必是佛果，他中间没有停留，也没有出二三果，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基本上呢，他既然不在五不还天了，那就是都修那个但还未到果位，在因位上的必知佛人，他会在天上人间随他，他可以这一世修未得果，未得果位，可是他修的已经快成功了，他可能在天上，可能在人间，因为这种人你知道连佛都不必见，他就能自证自了，这种人根气在声闻法当中来讲根气很利的人，他可以不太在乎环境怎么样，因为他连佛都可以不用教他，他都可以自证自了啊。这一类人，你以为大家社就是这样，他根气非常之利。你看他没也没学什么不净观啊，没学什么，他跟他那个不得已来结婚的太太，他都可以说好了，说我们不碰彼此。哦，是啊，女众这样或许刚开始容易，对男众来讲，你长期在那，他有那种守护的想法，凡夫不容易这样，哎，他就能。他根气力啊，他不担忧啊，只是说他在人间里那个故事也是视线担忧啦，因为那个碰那条蛇，碰到那个他太太的手，他太太觉得不愉快，说觉得他违背誓言，你干嘛碰我？说好了不碰，你干嘛碰？他觉得很怄啊，这样不行，算了，我们出家。后来他们才各自出家哈，这故事是这样讲，所以他也视线说人间很困难。但是如果不要是这个因缘的话，大家是直接在人间，他就能成必是佛果。你看他敢了，他有能耐，所以人间都能啊，天上应该更能，更能，好，应该更能。当然你说那人间才有苦逼吗？那天上没有苦逼，他会不会忘记？那看人，看人的啦，看人的，不尽然都这样。好，我们在因地上面跟人家解释说，凡夫不要修天人，修天人在天上享福会掉下来，这就极凡夫的状态说的，这样懂吗？好，那当然，那圣人他已经修到很修行的人呢，他也不担忧这个，哦，要了解，所以要知道方便说，不是方便说，就是通俗的部教说法，跟真实的意象是不太一样的，哦，这要了解，哦，好。那么以下把这些文都解释了啊，最后我们就来说什么是五不还天呢？我们注解当中会提一下，提一下让你更对这个四禅天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了啊。天有二十八天呢，其实在我们的附录二十一讲解到附录二十一的很早的时候，讲到附录二十一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提到。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五不还天呢是情况是怎样啊？经说一下，以前是带一下而已啊。五不还天又称五净居处，或者叫五呐含、五呐含或者阿呐含、五阿呐含天或者呐含天，呐含天是简称的啊，其实是阿呐含啊。那还五不还天啊，五不还天。或略称为五净居或者净居天，干脆就跟你讲净居，然后净居。那么是指声闻之人呐，断了欲界九品私惑。你要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见惑都断，都断除呢，那么是叫做见到位。所谓出果，所以见惑容易断，啊，出果人就可以了。
但二果人呢，开始断欲界的私货六品，欲界的六品私货。欲界有九品，那色界呢？色界有四谛嘛，一一谛又有九品，那么四九三十六，那么无色界也有四界四个谛，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个也四个禅定天，四个空定天，而也是各分九品。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样，四九三十六，三十六加三十六呢，七十二，七十二加什么？加前面欲界以下含这个五人道的所有，这都属于欲界，也有九品。那七十二加九多少？八十一，就叫八十一品私货，是这么个来的。我们常听八十一品，八十一品私货啦，是这样啊，八十八品贱货啦，是这样来的啊，好，那么八十一品私货呢，欲界九，欲界的六品货很难断，二果人断，到了三果人呢，是断了欲界九品全断，后面的七十二品都还没动到。他证三果，换句话说，三果进入四果有七十二品的色界跟无色界的私货可以断，不过容易多了。何以故？因为在人欲界当中的私就是什么呢？习气、情爱习气，或者是感情习气，这种感情界在欲界最难断了，因为什么？欲界还有父母啦，东东，当然色界也有父母。可是呢，彼此贪爱很低很低，但是欲界不行啊，父母儿女兄弟夫妻哦，国仇家恨，哇，这难断，这个九品难断，所以到三果人才断尽欲界的九品啊、哦，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说，开始讲了啊，他说欲界九品货断私货断尽。这样懂吗？哦，是欲界惑不容易断。那么证得三不还果，叫阿那含果。他呢，这个人这样子的果人呢，他有一个个不是都这样，就其中有一部分特别的愿与凡夫共住。这里文上没讲特别愿，但事实上是这一类人特别愿与的这一类人啊、哦。那么呢，且为了远离灾患。水火风啊，风灾啊，火水风灾了啊，火水风啊，在初二三禅各有这个火水风啊。刚开始初禅有火可以理解，火就是有点小撑啊，那初禅人还是有一点，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不能叫做撑啊，说错了，那个热闹还有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的快乐带着热度的。什么叫带着热度？会嗨的，会流汗的。就凡夫讲可以这样讲，他那个让天人没有，但他带着热度，所以他会招感什么？招感火灾哦。好，这个灾，所以有两个理由：第一，愿与凡夫共住；二，为远离灾患，住于。静住于法乐当中，因此乃杂修第四境律。我看到出现了杂修，这个道理很深哦。证阿罗汉果，甚至于不用修得初禅，未到地定，甚至于都可以。这边肯立根的人，但一般来讲，证到三果就 OK， 三禅就 OK， 四禅的话。太自在，那太自在呢，也太快乐，而且没有灾，哇，让你呢乐不思蜀，就不能往前进。一般世尊会这样讲，但有这一类人，他意志坚定，他就是要到四禅天去，这样懂吗？那就是属于这一类三果人。一般世尊不建议一定要到
一定要到四果，我会出不来。三不一定要到四禅，到三禅就好。但是他们愿意去，世尊也不会不同意了，也不会不同意了。那么呢，这杂修第四境律，这个时候为什么叫杂修？因为他可以不用修的，那是外道的禅啊，禅定啊，所以他可以不用修，所以叫杂修。这第一种。第二种，他要把他专修的那个这个断烦恼的断这个欲界跟色界各三十六品的思惑烦恼这件事情呢，先暂时放一下，去专修一下禅定，让禅定再深入，所以叫杂修。这样听懂了吗？啊，这第二、第三，它通于外道，所以有点这样杂，佛外混杂。这个修这个内容，修这个内容，佛外混杂。所以你要知道，不是说不能修，在这里名为杂修，经上把它讲成杂修，那你就会知道说他不太乐意你专修外道的禅法，他应该要你说，有智慧之教，然后再修内道之法，哪怕是声闻法也是这样哦。所以这里讲杂修。杂修第四境律就生在第四天，第四禅天咯。那么第四禅天呢，受生于色界第四禅的九天中的五个名字，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还有色究竟天。这五种都是三果人啊，都在四禅地，所以四禅三果所居，但是呢他们一样分开居五部，分开居 五种地方，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不相见，那么天人也见不到他。这就像我们见不到我们娑婆世界 的圣人一样，大部分我们见不到，那么他圆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这样。好，那么见不到是什么理由？你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主观的觉得众生没有缘，会生烦恼，要不就是他主观的修声闻教法，要不就是什么呢？众生没善因缘见，见了也会起毁谤，菩萨 不敢让见。有人说末法时代的世尊总不再来，第一个他很忙啊，不是招之即来就来啊，第二他观察因缘不适合，他真正适合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印度的各种宗教思想其实很丰沛而完整，他刚好来可以一一破，在那个时代破最多，破完了之前的之后的都破了，这样诸位了解吗？所以他会选时间的。那诸佛圣人在这个时候不会用显性的方式出现，但是隐含着的是有，就叫这叫圣凡同居度，凡圣同居土，我们这就是凡圣同居，所以放心好了，一定有圣人，你要相信。那你怎么得圣人的加倍呢？先求佛菩萨，然后虔诚求一切这个贤圣僧，天仙鬼神四现天仙鬼神的都能够来满我们的愿。啊，你的愿要够大啊，不然你动你一小事来求人家就很不礼貌，反而是慢心，这样知道意思吗？哦，要这样想。好，那么如果知道这样呢，就是受生于第四禅天中的无烦无热善现善见，两个无两个善一个色，无烦无热，烦而后热，善现热也没有了。无烦无热，善现善见，善现是我这边现出，善见是我能见，所以顾名思义是这样。然后再来色究竟，色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所招感的色身相对的究竟，啊，也是在色界当中，圣人境界最究，三果人最高位的叫做色究竟啊。好。有两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如果下面这段文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文呢，时间 OK 吧？时间还好哈。上面这段，下面这段文，我们再看，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来看看上面这个"五不还天"啊，"五不还天"的意思是什么？好，那么了解这样，接着我们来看，如果就这个巨舍，如果就巨舍的图，他也有画一个图。那么你会看到啊，这五天呢、啊、是次第而上，最下面的是无烦，接着往上一层是无热。不过话说回来，这到底是怎么个叠法？为什么这样叠？它是以什么标准？它不是以禅定做标准，它是以什么？它是以心灵上面的修养，它能够能够展现出来的那个对于法的那个认知的深度。你说哎奇怪，他说三果了还有法认知的差别吗？有啊，什么没有？还没毕业同学本来程度都高低，但是呢程度高低的同学还不是一起毕业，毕业就叫四果了，正四果。那四啊，毕业出去之后，人家老板要的是谁？要的是班上前两名，其实不一定的啦，要看那个同学在学校里头表现的、哦、不能以读书来唯一看的、哦、好，那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不要怀疑，这个不是佛，佛是究竟觉，真的不能够分高低，分怎么样？那么呢，唯一能分高低的是说，他个人的愿都能成佛，但是哪一种人的愿对哪一类的众生最适应，那就对那类众生说第一。你比如阿弥陀佛，阿弥陀不是对全宇宙成法界的众生都称阿弥陀第一哦，不是，是什么？当然可以说极端是啊，但本质上并不是这意思。本质上就对你娑婆世界众生说，你想想看，假设有一个世界都是初果、二果、三果人，那你要去跟他称阿弥陀第一，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因为他修的法门不相应，这样子。所以第一哈、哦，这个是应机说的，就对应谁的机，愿意念佛的人来讲，你要念佛好不好？这位老师最第一，你去跟他学。哎，你要射箭啊，这位老师最第一，你去跟他学。所以第一是这样子的，阿弥陀第一。有人问我说：“哎，佛不到头吗？怎么会称阿弥陀第一呢？”哇，这是真刁钻啊！我跟他讲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懂吗？好，不然佛道同啊，怎么会有第一？所以以后我们在唱第一的时候就不要害怕，果然是第一，因为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就是第一，应我们的机。我们不敢说全法界都是第一，好，那有各种因缘呢。哦，你看那修罗汉的人，他就 OK 了，他就不一定啊。好，这样了解。那么这样讲的话，他到底有没有阶层呢？有，哦，这是有的一种，那是巨舍图，巨舍论当中的巨舍图呢，它是有次第的。但是如果楞严经呢？楞严经他认为这五天是横在第四禅天中，被横第四禅天中，比四禅天但人闻此天之名而不能知见。五不还，四禅人呢，他就凡夫来说，他是看不到这个五不还天的人天人的。那请问哦，这样他就不能永远不能被看到吗？因为另外的经或我们以理推之，我们知道并不是。那谁能看到？谁还能看到？菩萨能看到。你别忘了啊，菩萨已经遍满在其他地方，对不对？他固然不卡进去住五不还天了，但是你在天上，我在这边，我也在四禅上，我是可以看得到你的，哦，是可以的，哦，那。啊，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他要利益一切众生，包括罗汉也还没成佛，何况三果人，对吧？所以他势必有缘，他也进去度，他不住那，他那去度。那讲到这个，我就想，
这个当然这听起来像怪力乱神的，但是就圆净师父见识的这圆净师父来说，他就说他是 那根本就对他讲很清楚明白的事。我们有几件事情证明他这样。第一个，万佛是见这么大，他就像教出来，这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那西方佛母他的主神告诉他要这样做。还有一件事情，就我一直要跟他录音，我想要 找那个当家师父去哪一天哦，去跟他假崩假崩啊，这样啊假崩的时候呢，说的话他快乐起来了，我就把他偷录。录什么呢？拜托他录他念的那个台语的那个楞严咒，不大悲咒。为什么呢？我有个证明啊。第一，他真的没读书，他真的没读，或者是读也读了乱七八糟读，这样他真没读。他生活很苦，他小时候他的妈妈死掉，早死早、啊、不生病。那爸爸呢家很有钱，很特别哦，爸爸家很有钱，那爸爸的娘应该疼爸爸对吧，亲娘应该疼爸爸，不是，完全不疼他的儿子。然后呢，他妈妈生病啊，大家没话讲。问题是他妈妈也是他的阿嬷，就是爸爸的妈妈找的媳妇儿，就自己亲找的媳妇，非常讨厌这个媳妇。你人间有这个事？我自己亲自找的媳妇，也就圆净师的妈妈亲自找了来跟他爸爸结婚，而他们家很有钱，他爸爸家很有钱，所以照说那个圆净师过得会很自在，你知道吧？他家是谁呢？就是高清院家人，台南大帮，统一大帮派。开玩笑，在台南不认识高家的人，那算那活不了啦，对不对？高台南人是不是啊，台南人都知道嘛，对不对？不认识高家恐怕活不到周岁。开玩笑啦，就高家很有名啊，也很乐善好施，坦白讲真的是这样。那也很有宗教氛围，光一个高家出三个宗教人物，一个就圆净师嘛，他这样建了这么多寺院嘛，捐给佛教哈。第二个是谁呢？喜安山。喜安山呢，就是圆净师的舅舅、叔叔、舅舅，非常非常的 pure 的，要去看他哦。圆净师去看他，你知道我们出家人去看他，出家人车子里都会挂念珠，他连念珠都不准你挂，要来我喜安山看耶稣、看上帝，念珠给我拔下来，佛像给我盖住才可以来。哦，那个很狠，但是呢，我们圆净师才不甩他了。去的时候他舅舅嘛，他舅舅他就跟他讲啊，什么宗教都一样啊，不要来跟我这一套。他这样子啊，没办法，遇到他这个他这个晚辈出家人，没办法。我就问云俊，因为云俊是脾气很刚直的嘛，怎么可能让他熬得过？我就故意问他说啊，你有没有这么拿下来？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拿啊，你这样还开进去啊？开进去啊，啊开进去，然后怎样？他就看到了，然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啊，怎样说？他说我怎么不拿下来？我已经打电话跟你讲要来要拿下来，然后你怎么跟他讲？我才不理他嘞！三教归一统，我才不甩他。那个我的意思说，我后台真硬嘞，我后台很硬。就他讲那个西方佛母，他就这样讲。啊，所以这样也可以让他吃羹了。他们高家人是这样，很乐。还有一个阿姑还是谁，就是一贯道一个很大很大一个道场，在台南吧哪里？但我讲了我忘记了，很大。有一次呢，他阿姑也是疼他，跟他讲：“哎，你那庙建一建呢、啊？我这个一贯道的这个啊，不道教的，我这道教的这个给你来，我才不要了。我连佛教庙建一建我都给人了，我还接你这个道教庙。”我、哦、他很不那个呢，我说再接嘛，接了再到时候再转成佛教就好了。没有，那过去了，过去。那他小时候很苦，小时候真的很苦。那他就像这种天的状态，我就问他说，那你那个情况怎么样？他说他看过，他说他小时候12岁的时候，他躺下去睡觉，天花板上面就嘣嘣嘣嘣嘣
就一大堆天人现在那里，然后就跟他教这个教那个教那个教那个，包括虚空取药也是这样教，教完了他就自然懂了，懂完了之后呢，那个西方佛陀后来还出现，出现的时候跟他讲一句话说，哎，你现在都学好了，现在可以差不多了，换我来接手教你后半段，不过呢你得发愿行菩萨道。他当时没讲菩萨道，他要济世救人。那个圆净师父想都没想，立刻否决，不干，断然否决。那没多久，那个金童出来了，就跟他讲，金童是那个西方佛母的 CEO 啊，执行长，他就跑出来跟他讲说：“哎，你不要考虑一下，不考虑，啊，不考虑算了。”他说：“这样佛母会让你感受一下众生的苦。”然后他说：“没在怕。”那没在怕怎么弄呢？西方佛母说：“你不想救众生，我让你知道众生怎么苦。”说完了之后呢，他就苦了。那我说：“哎，怎么苦法？”他刚开始不讲。哎，讲啦，别这样。他说这样，他说哦，一整天人是好好的，像行尸走肉一样，整个人是被盖在阴井里头，不见天日，全身湿冷，昏暗，不见天日。那我说，那你人呢？人好好的，还去打水，每天早上哦，3点要起床，先打水给爸爸、给阿妈、给家人，接着煮饭，接着去人家的田帮人家割草。他们家很有钱哦，但是因为他妈妈不给他爸爸，哪怕吃饭呢，哪怕是抽烟呢，他爸爸会抽烟，然后他都要去弄这些钱来养他爸爸吃饭，爸爸妈妈吃饭以及抽烟，还要买烟给他爸。然后他饭煮好了哦，哎，这个你们不要学啊！下面那段你就不要学。他饭煮好了，他阿嬷会来吃。那个很有钱的阿嬷会来吃。他看到他阿嬷吃，就把他收走，说：“这是我爹的，这不是给你的。”然后他阿嬷说：“我是你阿嬷。”他说：“你这样对待我妈，对待我爸，这么苛，谢谢，不配。”他很狠呢，他讲这样说：“不要学啊，不要学啊！”他真的很狠，是这样，不配。我说：“啊，啊，你讲这咸哦，你讲这么咸呐？”对啊，他就这么咸了，他就这样啊，那算了。然后他就还是这么苦哦，他就浸在那里头，浸了一个多月，然后就跟佛母讲说：“真的要这样搞我吗？”他说：“没有啊，我没搞你啊，我只让你感受一下众生苦而已啊。”啊，差不多那个时候差不多18岁以内，还不到20岁。他18岁出天鬼神界所该学全部学完。所以我跟你讲，他那种学真的不是师徒学，真的就是灌顶学的。我没骗你，真的就叫灌顶。就是这样灌进去，这样你懂吗？等一下我说给你听，下面那个更好玩。啊，下面那个是更好玩。好，他就开始祭祀了，跟佛教无关哦，就一路祭祀。然后祭祀的结果是这样讲的，西方佛母也有跟他讲，他说：“哦，我们发菩提，就用现在的话讲，用佛教话讲，就是我们发心行菩萨道，但是呢，也有没行圆满的地方，必须在人间完成。那你跟我以前是同餐，彼此之间是同事。”在天庭是同事，天界是同事，啊，同事的话是我拜托你的，他也看得到，所以他讲话为什么会跟西方佛母很撇？不要了，不干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又是这样啊，又是这样关系。说天人嘛，他好像比较高，啊，会给他一些建议，啊，说关系嘛，哎，我是妈来人间替你受苦的呢，你不要。你不要那个好不好？所以说又巧成这样，他们是这种关系，他们是这种关系。那很多他讲很多，
那我们现在就跳过哈，中间都不要讲了。我要讲的是咒语，所以不要再说咒语怎么样了。你看人家那个神传的咒语是怎么个传法？我跟你讲，真的没真的，你一定要相信那个累劫因缘。你这一世不修，你今生再来修，你就要赶快修。那你也不要看人家很厉害，那都是过去的因缘，由他身上完全可以看出来。好了，他就回来出家了嘛。出家的时候，他就起了个念头，我还是道士，还是那个道家的时候呢，我可以救世，我可以用这个救人呢、啊。我出家怎么办？因为那佛母很清楚，那个佛母非常清楚，他跟他讲说，出家了，不能再办事了。什么叫办事？你知道吗？那个台北的基隆。有一个人要去大陆做生意，20多年前，大家还害怕怎么做，晚上就梦到有一个像观音菩萨的神像的人跟他讲：“你吼要去那个南溪万佛寺找一个高师傅，他们道教人姓高就叫高师傅，佛教早年也这样，姓黄就黄师傅，姓梁就梁师傅，用俗姓，所以他道教也是这个做法。”所以你找个高师傅，他还没来，那个高师傅就是所谓圆净师，已经怎么样？已经直接就说话了。那我说你是怎么说的？你是怎么说？他说没有怎么说，我知道有事情要来，我心放空，我就会说出来，不用动念头。那我说那到底那是跟佛母有关没有？他说有关，但他没有附我的身，他直接就灌进来，我就知道怎么说。他就跟他讲四句偈。要不就跟他讲朝南啊朝东啊跟谁合作啊不要跟谁合作啦、啊、然后呢去跟谁做生意啦、啊、你的工厂要朝北啊朝南啊朝东啊朝西啊好然后哪一年进去做啊哪一年不要投资全部讲完了他供养嘛弄个2万块很多啦2万块很多了嘛对不对老尼师拿回去拎桌嘛提你2万我要盖庙拿你2万能干嘛拿回去有赚钱，佛母要盖庙，自己来发心，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拿回来都是以百万计算，所以这里盖了20几亿是这样来的，真的是这样来的。这样听懂了哈？是这样，所以不要怀疑，就这样来。所以这可以证明真的有天人这件事，这就是事实啊。那一般人怎么会这样干呢？第二，时间到 ，come in soon。下堂课赶快来听，讲到重点，这个时候下课，因为再不下课，那个举牌的人呢，会越举脸越绿，你懂吗？最后就会生气起来，这样，所以我得要听他的话。好，我们下一堂课继续来听这个故事，因为讲到天人，五不还天，你不要以为那是在讲漫画，讲卡通，我们现在就刚好从这个圆净师他的因缘来讲。就是这样，完全可以证明，而且还可以证明佛教里头的咒语是怎么个诵法，都可以证明。从他身上可以拿到一些佐证啊，我不好说证明啦、啊、我修正一下，叫佐证，就是说可以做一种佐证，做一种佐证。我不是在谈怪力乱神，我从来不知道他们长相怎样，我也没去拜过，我只跟他沟通过，沟通简单就跟人讲话一样啊，就这样而已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人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佛，当愿众生理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